做了这个款式回来，这个款式之前有过的 ，OK？ 前面拉链加纽扣啊，前面拉链加纽扣，它纽扣是很别致，这样子金色的纽扣 ，OK？ 后面口袋是假象的 ，OK？ 方身的口袋是在左右两侧就对了 ，OK？ 然后裤脚这边是有款式的啊，它裤脚这边一样了哈，是这样子有款式的，就是。你前面看去会，前面是这样子比较短，后面比较长，是款式来的。裤脚这边添加一粒纽扣，这个纽扣也一样，跟这边这粒纽扣是一样的，只是说这一边这粒纽扣是不能够开，是款式来的。OK， 属于一个中腰的西装裤啊，所以谁要找西装裤的，这一期就有这个款。面料是棉紧的西装布面料，弹性是非常大。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有趣到啊，有趣到 XL 啊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一样呢，是穿得到 M size 的就对了。裁剪方面没有得谈了啊，这个裁剪是最 perfect 的裁剪了啊。来，走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后面是这样子，包臀一样包到是很美的。像我们之前讲的，哇，很多时候你去外面买西装裤，买到裤档太长还是太。基本上都是裤档太长了，因为外国人他们的体格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是跟着他们国家的那个裁剪来裁那条裤子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穿外面品牌的裤子裤档会太长，这个就刚刚好 ，OK， 刚刚好。一样呢是有绑带的耳朵，如果你穿了微胸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绑带啊。助理穿 M 啊 ，OK， 这一件助理是穿 M， 我是穿着 S，OK，、okay? 属于一个八分吧，八分长 ，OK， 在 angle length 那一边啊，就在脚踝上一点点，前面看比较短，后面看会比较长，就是它裤脚那边是有款式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跟助理的尺码这个款式选择 M 就好了 ，OK， 我是穿着 M size 啊，不难选，只有一个色啊，有你的尺码就带走，毕竟这样子西装裤72厘米。很值得啊，没有这个价钱了、啊、它，因为市场上这样子的80多，可能外面一些消费有一些有，就是不定来讲是超过30，所以说这个价钱72请带走吧，真的非常值得。所以你看蓝衬纸很好看啊，这个蓝衬纸 ，OK， 跟我的尺码下单选择 M 就好了哈。整体来讲，裤头跟臀部能接受贴身啊，跟着2cm 是可以 ，OK。腰跟臀部，如果是说这样好，这样巧的尺寸是我们提供尺寸，你能接受贴身的话，多个2cm 是可以哈。这个款式，助理穿 M size 啊 ，OK， 助理是穿 M size， 我是穿这 S 啊。这个款式呢 ，so far 如果讲你要找西装裤的话，还齐 size 啊，就只有这个新款啊，就只有一个是 turquoise blue S 到 XL 中腰的西装裤就对了。裁剪方面，像刚才讲的，没有得谈了啊 ，OK？ 你可以选择像刚才助理这样子，来了 Bobo， 谁跟他买了那个来了 Bobo 上衣，配搭回这个 The Coast Blue 一样是配搭得到，还是你买了 Baby Blue 或者是白，都搭得到就对了，这些颜色都搭得到这一件上衣，哎，这一件裤子 ，OK？ 经常回事啊。前面拉链加纽扣，前面这一粒纽扣是很别致的纽扣，然后加裤脚这边一样是有纽扣的款式，然后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的，后面的口袋是假象的，微松的话可以选择绑带 ，OK ZPP04， 价钱是72厘米啊。接下来我们中国款的裤子是没有这个价钱的，绝版了哈，对吧？这个价钱是绝版了哈。真的72厘米，带有一条这么好的西装裤，有你的码，你赶快带走啊！之后啊，你要也是没有了，肯定没有这个价钱了。助理讲的对，这个是绝版的。来，我去换另外一件上衣来配搭。我们家是 Elimon 给的，一样是 S size 收的，赶快啊！数量很少哈、啊，这个数量是很少，就只有一个色了，没有选择困难症了。OK， 啊，上班穿一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些颜色都是上班适合穿的。OK， 没有的话我就介绍下一个款式啊。真的穿得到带走吧，其实。